这首天地人感谢台是咱中山天桥中咱主角好有一个空调吼，咱新竹市内城内的妈祖庙也做新竹人来参观，城内的妈祖庙就是咱外妈祖龙婆庙，国家高区就是咱中山祭祀天上圣母，或者天上圣母。关注地方的民众啊，自然要叫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佳佳来，进来，兄弟。非常感谢，咱中山田连江吼，这个小弟啊，今仔特别甲大家介绍一下吼，因为当时日本时代皇民化。日本人吼，他不爱把咱去拜这个所谓的偶像吼，啊，就破坏咱真多啊庙宇啦吼。同时，本来请咱新竹都上公庙吼，去带对伊的这个大祖将军啊，当伊要来顶当咱这个新竹都上公庙吼，这个将军啊就莫名其妙啊，对新竹兵吼挂落来吼，暴毙就安尼死去吼。所以咱的新竹都上公庙，即新竹内天后宫，所有信众。今日咱啊开始的妈祖庙破坏去吼，就点点偷偷，甲请去咱即马长和宫外妈祖吼，来甲暂时来安顿甲伊长平啦。啥物人知影？今年呢来听咱内天后宫，过两天要去听长和宫。啊，内天后宫即阵老遐人吼，一个惊着，马上就对长和宫吼，甲咱的妈祖婆，请去咱香山天后宫来安顿啦吼。迄是一个。历史的时代差不多1940年这个年代啊吼，到即马咱新竹内天后宫啊，即阵妈祖婆嘛阿哥伫咧咱香山天后宫伫咧做客啦吼，大家若对这个妈祖文化有兴趣的吼，会使特别啊去甲伊参拜，啊甲看一下吼，真多谢。啊，拄仔咧讲妈祖婆为虾米咧拆门神吼？妈祖婆咧拆的时阵吼。咱的前辈，我内底有一个啊老岁仔人，用101岁啊吼，伫安尼相传，讲讲这个带队的这个将军啊，这个大将军哦，要去跳咱马祖庙的时阵，伊也不是都压出来吼，结果虎牙将军很神啊，就弄一个对桌顶挂落来受伤，就带着去医治吼，所以咱的来马祖，马祖庙就叫下掉。现在祝咱上佳好，上佳好，咱新竹三路马祖庙。咱董将军啊，一步一步行完你的时阵吼，啊，拜托你啊，右手甲左手有所准备。有时啊，咱将军啊，这个手行起来力量非常的大，啊，咱顺手吼，爱甲安尼摊一下，啊，怕变咱人哦去受伤吼。大家爱顾好家己所有的安全吼，啊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
所有弟兄们、好朋友吼，大家啊，敢知影？咱常常看到千里眼甲顺风耳将军呐吼，到底是红色的面呢？是千里眼还是顺风耳？还是咱这个青色的面呢？吼，是千里眼甲顺风耳吼。我吼用一个上简单的方式甲你比较啦吼，红的就是顺的啦吼。咱红色面呢，就是咱顺风耳将军呐吼。咱青色面呢，就是咱千里眼将军。再来演奏着咱香山天后宫吼，啊，这个冷线吼，啊，继续来进入咱啊，咱今日啊，咱来感谢大家，多谢着咱家属吼，真努力啊，真用心嘛，啊，来咱再见，多谢。感谢，谢谢哦，多谢咱永山，啊，咱天佑乡，天上圣庙，谢谢。